王思聪换女友如衣服，分手后送房送车，花费金钱弥补。反观霍尊用冷暴力的方式逼交往九年女友放手的做法更上一层楼。前有都美竹令吴亦凡落网，后有陈露凭一己之力使霍尊清纯小生的形象轰然倒塌。8月8日晚9点，陈露在微博上艾特霍尊，加上了一个爱心，并且发布了一张两人的合照，颇有官宣恋情的意味，立马引来了大批吃瓜路人的围观，纷纷送上祝福。可是过了足足一天，霍尊一方还是没有任何回应。第二天晚上，陈露又发微博称，时间会偷走一切，也会让一个人变得如此陌生，并附上了一篇长文，一个普通女孩的9年。相较于都美竹的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将吴亦凡一桩桩违背道德底线的黑料纷纷抖出，陈露的爆料长文逻辑清晰，将两人相恋9年以来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和霍尊的无情一一道来。两人在2012年相识，当时的陈露还是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，霍尊也并无名气，拮据的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但陈露还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霍尊，并且相信他以后肯定会大放异彩。为了能够配上他，开始拼命练舞，跳到了国家2级舞蹈演员，获得了团里最年轻的副高级教授职称，却为了霍尊选择了放弃所有的荣誉，选择了离职，自己开了一个小工作室增加收入。两人像所有小情侣一样一起旅游拍照共度七夕，甚至已经互相见过家长，这让陈露以为与霍尊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2017年被卓伟拍到的两人已经相恋5年，在面对这个大好的公开时机时，霍尊却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互相取关，相关微博全部删除。说不失望是不可能的，但为了霍尊的前程，陈露选择了隐忍，却遭到了大批粉丝的无端谩骂。我今时今日的社会地位，还能跟他在一起已经是对他的恩赐了，将9年感情称作是恩赐，为分手故意设计威胁，台前台后两副模样的霍尊人设彻底崩塌。在和霍尊在一起的9年里，陈露逐渐丢失了自我，自己可以只穿200-300的衣服，却要给霍尊买最好的。为了顺从他的孝心，两人的婚房可以一再耽误。陈露在不断付出自我感动的时候，霍尊却在和朋友们策划如何逼陈露分手，因为自己的身份不能主动提分手。为达到分手的目的，霍尊长时间的使用冷暴力，试图击垮女生的心理防线，一再和朋友们嘲笑陈露的无知。在2020年的一场分手闹剧后，表面的伤心痴情背后，却是正在和新女友们约会看电影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带着别人住进了两人的小屋。朋友将大量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发给陈露，陈露在质疑霍尊时，他却直接说了句开个价。霍尊想用300万买断这9年的全部感情，陈露给出了一个他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数字，霍尊还是一口答应，代价就是签订协议删除黑料。陈露可能想象不到一个绝情的男人会有多可怕。5月14日签订合同，时隔半个月，陈露又被霍尊的朋友邀请走，说是庆祝乔迁之喜，未曾想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审判。陈露一人面对3个人，包括一个没有出示任何证明的律师，拿吴秀波的事情威胁他，称霍尊方打算鱼死网破，送他进监狱。到闺蜜王蒙家的陈露直接瘫倒，神志不清。就这样，王蒙带着几近崩溃的陈露去报案，并且举报了律师。并不是每一段恋情都可以走到最后，当霍尊使用冷暴力，加上和朋友们私下嘲讽，设计逼人主动分手的做法，实在令人所不齿。与平时仙气飘飘、不问俗事的人设相差太大，最终导致翻车，自食其果。甜蜜火风力挺霍尊，却被爸抛弃妻子，惨遭连累。情深演绎，盲目站队不可取。8月11日下午，霍尊工作室公布了霍尊的手写道歉信，却被吃瓜网友攻击，茶言茶语道歉到了个寂寞。霍尊人设崩塌之后，父亲火风和甜蜜立马现身力挺，却纷纷翻车。陈露翻身之后，霍尊的好友兼卷珠帘的制作人甜蜜发博称，能不能别说谎我都看笑了，还回复粉丝稍安勿躁，自有分晓，却被王蒙直接开撕，管好自己的下半身。抛弃糟糠之妻，脸打得不疼吗？为了小三，问音乐学院借的钱还了吗？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甜蜜。网友将甜蜜新换的照片都扒了出来，不到3小时，甜蜜就将微博删除，称自己很少用微博，只是作为知情者发声。但看到他发布过的3000多条微博，网友们都笑笑不说话。
翻车的也不止甜蜜一个人，霍尊的父亲火风是国内知名男歌手，大花轿、开门红都是他的代表作品。霍尊出事之后，火风发文称，虽然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让时间证明一切，没想到评论区却直接将火风抛弃妻子的事情翻了出来。霍尊的母亲钟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小有名气的女歌手，与火风结婚时是典型的女强男弱。后来钟小平在事业巅峰时期选择了放弃事业，回归家庭相夫教子，而两人的感情却未能长久。在霍尊两岁时，两人便选择了离婚，钟小平独自将霍尊抚养长大，而离婚后的火风火速再婚。因为钟小平没有工作，长达二十年，母子两人只能挤在一个十九平米的小房子里，靠火风每个月2000块的抚养费过活。在母亲的教育下，霍尊并没有痛恨父亲，父子两人仍有感情。8月12日，霍尊参与的综艺播出，不少网友纷纷抵制，要求节目组将其裁掉。看来霍尊这一次翻车翻得很彻底，欢迎留言评论，双击加关注，是菜菜持续更新的动力哦。